Hello，大家早上好。我这个影片其实我打算做一个 weekend vlog 的，可是我觉得我的 weekend 有点无聊，所以我就今天就加了一天星期五，因为我今天是不用上课的，所以对我来说应该也是个 weekend 吧。然后现在我要去post office，因为我要去寄一点东西。到了 post office 了，现在首先要买盒子。挑好了，现在去给钱。盒子我也弄得超久的，终于弄好了，地址也写了，现在准备拿去寄了。终于回到来了，去到那个post office 是多人的不行，麻烦的不行，久久才去一次 post office。 我现在赶着去上网买披萨给我的朋友吃，因为我几个朋友待会会来帮我拍一下片，因为那个片是我学校的一个 coursework 来的，所以我也不可能给钱他们来帮我拍然后之类的，所以我就只可以请他们吃饭了。他们一点半会到，不要赶得急，没有那个披萨被送到来，因为现在讲要差不多45分钟到一个小时才会到。希望能赶得急，不然他们就会饿肚子了，因为我叫他们过来一起吃午餐的。我要听医生这边的，边的。我要听医生这边的。大家，我终于拍完了，经过了几个小时，3-4个小时，因为我是1:30-2点拍的，现在已经是5点多6点了，好累啊！可是要多谢我的朋友来帮忙，来帮我拍，然后我的 coursework 才能够完成，然后希望拍到的结果是我预想的吧。然后我现在要休息一下。然后晚餐时间我再带你们一起去陪我一起煮晚餐。我会不会吓到你们啊？我前一秒还带妆，下一秒就已经卸了妆，因为我刚刚去冲了凉洗了头。Hello 大家，我回来了，我又素颜了，然后现在是7:08，所以我要吃我的晚餐了。然后也不是太大的准备，就是我昨天打工来有外带的东西，我来微波一下就好了。耶，今天不用煮晚餐，已经有晚餐了，我只需要微波一下就好了，真是超省时间的。这个是我在泰国超市买的黑豆浆，还蛮好喝的。我买了微波米，只需要微波2分钟就有热腾腾的米饭能吃了，对我来说这个很方便。很快的，晚餐就已经搞定了。我昨天外带的是 fish stir fry， 看我一副认真的样子就知道它是好吃的。大家晚安啦。现在做的是肉松 cheese 吐司，然后拿去微波30秒就超好吃的，有机会的话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另外一个吐司我就擦了巧克力花生酱，现在加一点水果，草莓和蓝莓。
我早餐吃超多的，除了吐司和水果之外，我还吃 cereal。 今天 cereal 配的是草莓牛奶，丰盛的早餐就完成了。这是我最享受的时光，一边吃着我最喜欢的早餐，一边看着节目。好了，吃完早餐一个小时后，我现在准备要走去做运动啦。走啊走啊，努力的走啊。Hello， 大家下午好，现在是我第一次入镜，就今天的第一次入镜，因为我早上的时候都没有化妆，然后刚刚化完妆，所以就现在跟你们来打声招呼。然后我现在打算跟我妈妈视频一下，然后视频过后我就会录一个诗词的视频，然后录完视频我们等会再见吧。因为英国最近出了四种不同，就是好像偏亚洲风味的薯，大家我录完视频啦，然后现在去吃我的午晚餐之类的，因为我待会6点要去打工，然后现在已经是5点了，所以吃一下东西先。我现在准备的是 yogurt 加脆的麦片。又吃得很认真的我。家我已经吃饱了，然后刚才我录视频是吃了很多食物，所以我晚餐没有吃很多，然后现在我准备要走去打工啦。Hello 大家，我终于放工了，现在大概是9点15分这样吧，我现在走着回去。都已经9点多了，还是这么多人。大家我回来了，然后我觉得我有点饿，所以我刚才去了麦当劳买了冰淇淋还有汉堡来当我的宵夜，然后我吃完过后我就会去冲凉，然后洗脸，我就休息一下就准备去睡了，然后我们明天见吧，拜拜。 Hello 大家午安，现在已经是12点多了，我今天睡得比较迟，然后待会我1点有打工，所以现在我要准备我的早午餐。昨天有打工又可以外带了，这个是我昨天吃剩的米饭。洗了些蓝莓，现在要倒一杯椰子咖啡。我觉得味道还好。好丰盛的早午餐。大家现在我要走去打工啦，而我现在都有点迟了，因为我大概去那边大概要10到20分钟，然后我现在不跟你们说，我先走先。大家我放工了，然后现在打算去 Tesco 买一点东西。本来今天我打算买那个百香果的，可是在 Tesco 没有，所以我现在来 Marks and Spencer 来看一看，就在对面而已。百香果，百香果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耶、yeah, ，找到了！大家，我已经买好东西，现在准备回宿舍啦。Hello 大家，我刚刚去卸了妆，然后去冲了凉，然后现在是7点多，我要去煮我的晚餐。今天我会煮牛排，然后现在有点饿了，我赶快去煮吧。我很喜欢吃香菇，现在我要教你们一个我最喜欢吃的香菇吃法。切好了香菇，加1汤匙的蒜，然后加1汤匙的生抽，
再接着再加半汤匙的蚝油。我喜欢加几滴鱼油，你们可以加或不加，然后再加少许的黑胡椒，最后把它们全部拌一拌。我用这个酱来腌我的牛排，现在放一些冷的配菜，把刚才的蘑菇炒一炒就好了。这个是个又简单又好吃的煮法。下牛排了，这个是我今天去 Mark & Spencer 买的那个 passion fruit roll， 我现在要做一个我爸爸教的特调饮料。加了 passion fruit 过后，然后你要加两粒酸梅，然后再加热水，就是我爸爸教的特调 passion fruit 加酸梅的，超好喝的，酸酸甜甜的，然后就有点很帮你消腻的感觉，就你吃饱过你喝一杯就超好喝的。如果你们有机会，你们也可以试试看。好丰盛的晚餐，跟牛排较劲的我，好好吃哦，自己煮的就是特别好吃。这个影片应该会在这里结束，然后这个星期五加 weekend 的 vlog， 希望你们会喜欢，不会觉得太无聊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